你让寡人看这些，寡人当真王氏为了杀秦狗。若是春平君此时返回邯郸，联络大臣，必能登上王位啊！大秦的王后还是得有处女才行。正儿想要成亲，娶一个楚国女子，寡人都被见过，如何娶她呀？难道你要让秦国的监国太后失信于天下吗？未来娱乐台大秦赋。